见，别放弃，什么事都不能放弃。再，我是你的命。少年在国防精兵训练营的生活即将结束，今天总教官将对八位少年的训练成果进行检验，少年们能够顺利通过考核吗？国防精兵训练营训练任务，用力地拍下你右手边的按钮，开始挑战。天哪！起立！保持间隔距离30公分，下课前，下课。今天，总教官和我为你们设置了一系列的考核的科目。第一项考核是国防知识问答，八位少年选出6人参与国防知识问答，每题讨论30秒后，由一位少年作答。答题的少年将不再参与接下来的讨论和答题，以此类推进行答题，6人全部答对则通过考核。第一道题，请看下面这幅画，根据仿生学原理，你认为画中还缺少什么动物？好，你们商量以后，这一题谁来回答？林雨辰往前一步。蝙蝠。为什么呢？因为潜艇是鲨鱼，鲨鱼在水下，飞机是脑鹰，脑鹰在天上，雷达那是超声波，蝙蝠也是啊。回答正确。我答的那道题正好是又是我会的那道题。第二道题，说出3种野外生存的时候较为安全可靠的水源。雨水、尿液，然后某些树的枝叶。尿液。10、9、8、7、6、5、4，好，谁来回答这一题？答案是雨水、露水、尿液。祝贺你们回答正确。第三题，目前中国航空母舰上的舰载歼击机的型号是？我又错了，小天上。好，歼15。正确答案是歼15飞鲨。好，祝贺你们归队。第四题，地形图是保障部队作战行动的重要工具之一，图上面是有各种各样色彩，如蓝色表示水系，绿色表示植物，那么请问黄色代表什么？上。我的答案是房屋。公路或房屋。公路或房屋。好，正确答案是公路或房屋。好，祝贺你们。现在还剩下最后2题，你们两位现在准备谁来回答这一题？为什么刘希？因为我觉得蔡仁轩他储备的知识比我要多，所以让他来回答最后一题。好，第5题，请听音乐。请听题，刚才这支音乐是哪个卫星传回地面的？我们的答案是东方红一号。正确答案是错了，东方红一号。赵振渊，此刻只剩你一个人来答题，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有点可怕呀，感觉最后一道题应该挺难的。我想问其他7位队员，如果他回答错误，你们是否会把这个责任归到他的身上？不会，不会，不会。为什么？因为他以前帮过我们。他一直在帮我们，他不会也没关系。对。最后一道题，请总教官出题。
战术手语演示。好，再给你演示一遍。前三脚前进，然后是停，然后侧半包围，这怎么说？侧面绕过去。完了，这题不完了。前三脚队形前进，然后停。绕路杀掉，用任何方法杀掉恐怖分子。不是。你的回答。错误。正确答案是前三角队形停，转弯处有歹徒。不是。这个动作我给理解成了这个动作拐弯变成了半包围，然后所以我就理解错了，导致错误。包围是这样，是一个大型的，然后转弯是一个直行的。稍微有一点点遗憾，确实这个题目最难的一个题目。我把他们全安全送走了，结果我自己死那儿了。他就是那个没看清楚，因为这个太像了。转身是最后一个，他错了没关系，那个真的很难。因为这个战术手语呢，是他们第二次所学习到，只是观摩了，没有对他们进行考核，难度非常之大，所以说呢，赵晨轩没有回答出来也情有可原。但是整个过程当中，他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不怨他，因为他把我们都就是安全的送走了。因为他也帮助了我们，所以我不怨他。犯错不是很多人都会干的事吗？为什么要怪别人呢？而且我们是个团队呀。虽然他答错了这道题，但是不会责怪他，因为要团结。经过这么多天的训练，我们看到了你们的意志力的增长。那么在体技能方面，有没有一些进步呢？体能考核，八位少年将进行体能测试，测试结果与入营体测成绩对比，八人成绩均有提高，则考核通过。其实，在最后一期要对他们进行再次的测试，这个想法从他们入营之前的时候就想过了。等他们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训练以后，要看一看他们有没有一些进步。计时开始。3 2 1跳。仰卧起坐准备开始。要求你们的肘碰到你们的膝盖。力气肯定是大了嘛。之前仰卧起坐只能做20多个，现在是30多个。加把劲儿，把自己的体能搞上去，把心理状态调整好，觉得自己是有挺大的进步的。最后10秒，5 4 3 2 1停。仰卧起坐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没有看重最终谁的成绩更好，我们更看重的是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训练，他们的意志力，他们的体能，他们的表现能力。仰卧起坐第二组准备开始。仰卧起坐我可以做30多个，仰卧起坐是我的短板。注意查数啊，肘要碰到膝盖。我
感觉我从入营以来就体能就很差，他已经告诉我我是虚胖。杨启伟几个？俩。现在比仰卧起坐我觉得好多好多了，就是能坚持的胖子。一定要突破自己。加油。杨启伟仰卧起坐一开始非常艰难的只能做两个，而这一次做到了14个，这个是非常惊讶的。我认为这不只是体能方面的进步，还有意志力，方方面面都在往上冲。好，最后10秒，5、4、3、2、1，停。25米折返跑，准备，开始。杨启伟加油！杨启伟加油！杨启伟加油！杨启伟，杨启伟加油！杨启伟，刘鑫加油！杨启伟，杨启伟只有2下，你们快点！加油！杨启伟，快点！杨启伟，快点！杨启伟加油！杨启伟。第二组，准备，开始。杨启伟，加油！我们这一组综合的体能测试是和入营的时候科目是完全一样的。这两次的考核结果放在一块一对比的时候，他们的进步非常之明显。对于今天他们的体能这一块呢，然后也是非常不错的，这一点是非常好的。赵晨轩准备完毕，队员赤小姐准备完毕，是的。耶，打死了。赵家应该更胜一筹，心情蛮好的，因为我比以前有进步了。还是挺紧张的，他确实比我打得好的。赵晨轩快超过我了，然后呢，我已经瞄好了一个靶，然后我就直接开了一枪，然后把打错靶了。打错靶这件事情呢，其实这个实属正常。左边是狙击枪，右边是手枪，他今天可能是注意力没有集中。杨启伟同学已准备好，黄连群准备完毕，陈天根准备完毕，刘奇准备完毕，张国耀准备完毕，聂雨辰准备完毕，开始。另外在射击这一块呢，大家基本上都是一枪命中，啊，包括这个使用这个狙击枪、手枪也是一枪命中，这说明他们的射击水平，啊，都提高了。完成国防知识、体能和军事技能3项考核之后，八位少年迎来了最后一次内务考核。在这项考核中，八位少年的表现如何呢？来，赵晨轩。进来一下，咱们俩演习一遍。一会儿教官进来，你去演一下教官。20天快结束了，今天最后一天了，然后就想给教官一朵花。咱们教官下来就不管在什么位置，立正站好。好，好，举手。你尾声还凑合。检查内务。0000。
好，到这边。窗帘不用的时候一定要收起来，知道吗？被子还凑合，你这文说其他地方都还行。进来。不错啊，褥子很整洁啊，这是我建的三个房间里啊最整洁的褥子。不紧张，因为我觉得我们叠的还算好的吧。也一样，嗯，褥子也不错。现在叠的被子不错，至少比之前好。经理，教官好。不是教官，这给送给您的花。不要。这个帽子怎么回事？这是戴帽子来。啊、哦，这是一会儿那什么演习用的。啊，因为这马上要结业了。然后他内心非常的开心，然后也是想表达他的个人感情。就是什么被子叠的不太好啊，床没太整好这种的事儿。继续收拾。这四个房间，我个人感觉就是这个黄凌许和丁雨辰这两位少年啊，这房间是还是真的是特别干净，可以给出表扬的。八位少年完成了国防知识、体能、军事技能和内务四项考核，在考核中，少年们沉着冷静、团结一致，迎难而上，他们身上渐渐有了兵味儿。接下来，他们将面临一项神秘的挑战。进来吧。啊，这是干嘛的？啊，因为当时我以为就是那种我怕的，怕虫子，让我吃个虫子之类的。我害怕，我以为那个营长交给我的任务是什么知识问答呀，或者是练枪法之类的。Hello， 很激动，就是很想知道这个答案，很好奇。哎，来了。进屋那一刻，我还一直让皇帝买秒，就那些综艺节目一样的。就是我进去之后我就明白了，就是一对一的小型答题吧。面对这个屏幕，用力的拍下你右手边的按钮，开始挑战。我真的没想到，我很惊讶呀，比较突然吧，真的就挺特别的，有那么一点感人。儿子，想我们了吗？这是你第一次离开爸爸妈妈，自己独立的去面对，我们很担心你啊，因为你不会照顾自己。瑞瑞，这段时间妈妈真的很担心你，无时无刻都在想着你，想知道你在做什么，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嗯，是不是也想妈妈了？儿子，你这二十天出那怎么样啊？妈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你自己注意安全。琪琪，这个军训已经结束了吧？这是一次最大的考验和锻炼，爸爸和妈妈都很想你。妈妈，爸爸妈妈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我们永远爱你。小虎，妈妈不知道你在没有爸爸妈妈陪伴的情况下，你跟新认识的小朋友和教官在一起生活，你能不能适应？天真，你离开我二十多天，爸爸是非常想你的。我爸哭了。默默，通过这个节目，妈妈也想跟你说，你原谅爸爸妈妈是第一次当爸爸妈妈，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嗯，不管你长到多大，
你都是妈妈的好孩子，妈妈永远都爱你。我是不是有些残忍了？那有点过于残忍了。这么多天离开家，有没有想过可能爸妈也对你非常的思念？这边亮灯的这个摄像机，通过这种视频留言的方式跟他们说一说你这些天的感受。爸爸妈妈，我在这儿挺好的，然后也挺开心的，然后吃的也挺好的，然后也字儿也没瘦下来。然后呢，刚看完了妈给您给我录的视频，然后我也说一句吧，妈妈我也爱你。那就这样吧。来接你来了，怎么了？有点感动啊，爸。不哭。老妈，你怎么来了？我来看你了，想我了吧？想了。对不起，妈。想妈妈了，对吗？想你。小心再来了。想妈妈。也实在没反应过来，突然愣住了。就是你看到妈妈，就感觉就很感动。那个帘子掉下来的时候，我都看傻了。感觉还是蛮高兴的，感觉有点恍惚吧。那么长时间没见他，觉得他有一些变化。没想到是见家长，就说很激动，然后我就哭了。心情还挺高兴的。也挺感动的。这一次。各位少年，各位家长，我们通过我们的方式给你们展示一下这些天各位少年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训练，经历了怎样的生活。当我们自己把这些照片挂上以后，我自己都感觉有一些震撼，原来这不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想让孩子们自己回忆回忆这些天我们都干嘛了，我们经历了哪些训练。我也想知道我为什么有那么多照片，好多人都说我是个可以移动的表情包，我对这个称号很满意。我那天看你们这钉子又怎么弄开的？快速取出其中的子弹，比试开始！砸砸砸！快，所有人一起砸！来吧，小心！来，再来一个！就有人是砸开我，我就在那抱，一直在那抱，给我冻的呀。
觉得就有感受的照片就那几张吧，就我们第一次穿上军装，第一次剪头，这个感觉特别像。救营长那回，然后我们排队前进，我妈说那张像维和部队，所以我妈觉得那张照片特别逗。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打死一个，漂亮！冲冲冲！咱们俩守住啊！冲过去，他们死了。怎么了？哇哦，你们竟然藏了这么多照片。哪张照片让你印象最深刻？趴在垫子上瞄准抖骚赵晨轩那张。不管场上出现任何的情况，你的眼睛不能离开你瞄准的缺口。这是在干什么？这是那个总监给我包手的那个时候，我看到里面就是好像是我唯一一张笑起来的吧，觉得还挺可爱的。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张照片是那个吃野菜的时候。这个是一补吃天饭是吧？有这么难吃吗？你的表情很酸。来吃。补吗？好硬啊！我搞一个伤感点的 BGM 吧。这个是给谁包扎的？你这是？我这是给黄连喜，反正就一个队员包扎，他头部受伤。印象最深刻，我想想，我觉得每一张印象都很深刻。这个，这你这个无人机吗？这个是我玩无人机的。我技术太好了吧？对。这好像是我第一天来的样子。我今天走照片墙的时候，被丁雨辰的那张照片令我印象深刻。哇，这个图片都弄出来了，好厉害！这是干嘛了？悲伤园。怎么感觉越来越沉了？这是我们过索桥，有一个索桥特别50米吧，大概。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张照片，就是过索桥。然后我看想啊，这是我和肖小天，我们俩就是，你俩第一个挑战，对，而且还是第一个过去的吧。看左边这张。今天我和营长在做这个照片墙的时候，还是真的挺动容的，一看到这些照片，然后就能想到一些高光时刻啊，浮现在眼前，内心呢也是非常的高兴的。刚才让你们看到了这些照片，其实也就预示着你们在国防尖兵训练营所接受的训练也快到尾声了。在你们离开这儿以前，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结营仪式。结营当天，原天安门国旗护卫队队员桓昌浩、卢俊鹏、苏元浩再次来到训练场，为八位少年的结营举行了升旗仪式。升旗仪式现在开始。天府村，政府村，上国旗，
觉得第一天的升旗大家都有点认生，我觉得今天的呢比之前好多了，也都大声的唱了，也都站得挺直的。我希望这些小孩抬头挺胸的去走过去，告诉他这20多天我没有白吃这个苦，我坚持下来了。这些天你经过了哪些训练，你有哪些成长，我相信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结营仪式第一项，举行授章仪式。当他们离开国防尖兵训练营的时候，应该给他们留下一些什么，通过一个特别的载体让他们能够带回家。首先张光耀，陈天真获得这枚文艺尖兵的奖章。陈天真呢是一个能说能笑的一个小女孩，而且美术功底也是有的，经常会画一些绘画，所以说颁给他一个文艺尖兵以资鼓励。刘希，赵晨轩，刘希获得这枚突击尖兵的奖章，赵晨轩获得这枚科技尖兵奖章。突击尖兵刘希，他的指挥能力然后和冲锋陷阵的这个精神超过我们的预想，所以说给他颁了一个突击尖兵。获得这个勋章挺喜欢的。其实赵晨轩呢他涵盖的知识领域就非常广了，所以说把这个放到他身上挺激动也挺意外的，没想到教官对我评价这么高。杨奇伟获得这枚保障尖兵奖章。杨奇伟的这枚奖章呢也是通过少年的远征这个表现得非常好，给他一个这样的奖章也是以资鼓励。我很高兴，因为这个都是独一无二的。薛浩天获得这枚体能尖兵的奖章。薛浩天不管是体能还是技能基本上也是这八个少年中最好的一位，所以说把这个体能奖章颁给他。我觉得我这一天的努力得到了营长和总教官的认可。黄连旭获得这枚训练尖兵的奖章。黄连旭有一个坚持的心，在任何事情上他没有这个服输过在训练上他都是积极向上的，所以说给他一个训练尖兵以资鼓励。感觉还是蛮高兴的。丁雨辰获得这枚内务尖兵的奖章。丁雨辰颁发这个内务奖章的原因是他的内务的的确确要比其他的七位少年呢做得比较好所以说呢把这枚内务尖兵颁给他。有点激动，我希望表现得更好一点。来到我们的国防尖兵训练营这么长时间，不管是在生活还是训练中，每个人的感受应该也是不一样的。下面咱们就挨个来分享分享。因为每天在一起训练生活，时时刻刻都能见到，真的当离开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的不舍。结营感想，一开始我觉得很没意思，但过了几天我发现有很多花样同样也有嘉宾来，有的嘉宾带来了黑科技，有的嘉宾为我们升国旗，有的带来了太空蔬菜等等。
我们一起走过铁索桥，又叫使劲，一起远征过，还一起打过枪，冲冲啊！好，漂亮。在这21天里，有欢笑，有难过，有激动。张冠，吃什么的枣没有办法吃。在这里，我学到了很多，学到了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一些知识。我们每天在这个狗营里感觉特别充实，每天都有不同的训练。我最喜欢打 CS 这个科目了，可以见到很多助理教官，还可以打机关枪。在训练营的时间慢慢过去，刚开始了解你们，可就要离开训练营了。这里的小伙伴、总教官、营长都对我非常好，他们教会了我许多，例如刘希教我整理内务，我也做出了一些改变。在这几天里，我有时候会哭，快结营了，我不哭了。前两天我总是盼望今天的到来，可现在却总希望时间过慢点。现在好像就是我以前期待已久的结尾，可我好像并没有那么激动。这些刚结交的朋友马上就要分开了，我不想离开我的战友，因为我把这些人当作家人来看待。我很难过，我知道要面对现实，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再相遇，我们会再相遇。你们都分享了自己在这一段时间的经历和感受，其实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时刻。今天你们离开国防尖兵训练营，但我希望你们彼此能以一种感恩感谢的态度来看待你们曾经共同生活训练的这一段时间。下面进入第三项，由总教官宣读结营命令。命令：国防尖兵训练营训练任务全部完成，八位战士已通过各类考核，现宣布张光耀到，陈天真到，赵晨轩到，杨奇伟到，谢浩天到，刘鑫到，王林旭到，丁雨辰到，八名战士符合结营条件，光荣退营。营长林权，总教官秦一杰，2020年8月25日敬礼。下面请你们按次序归还你们的今天我当兵勋章。从接下这枚勋章开始，你们正式宣告结营。让我们再一次喊出我们的口号：张作国和少年，张当热血尖兵。摘下这枚勋章的时候，我真的想哭。象征着我们要告别了，我们将不再是这个训练营的战士，和这里没有任何关系了。我撕掉勋章之后放在那里，就我一个哭了，有一点激动，是也有些遗憾吧，就是不会在一起这么就是一块训练。一块那个，一块吃饭吧。还是舍不得离开他们。祖国正昌盛，少年当自强，弘扬爱国精神，争做国防少年，争当热血尖兵。国防尖兵训练营，争你入营，启程报道，启程报道。在你们离别之际，总教官也给你们准备了一些小礼物，稍后所有人回到你们的宿舍，去看看你们会收到什么样的礼物吧。哇，医疗包！我的天哪，医疗包哎，那么大一个机油包，
我太高兴了，我的妈呀，那么大一个就我的最大，好家伙，吉利服，我感觉蛮好的，很开心，我很喜欢他们给我的礼物。这是左教官画的吗？我的天哪，这个刘希的这礼物呢，其实是耗费的时间是最多的，将近半天给他这个制作绘画，挺喜欢的，画的这张素描还挺难的吧，挺感谢他的。他给我画了个美少女战士水冰月，我看你那个，我看你这好好看啊，哇，他画的好好啊，总教官原来是个艺术家，肯定是热爱画画，而且都画的一些美少女，所以说就画了一个他喜欢的美少女战士，有点当兵的这种元素涉及到里面，我感觉他是蛮喜欢的。哇哦，给我们藏这么多东东干嘛？给丁雨辰送的是朱教官带过来的火箭模型，还有他在这个识图用途中用的地图，还有一番寄语，一块放到火箭中。看到礼物的时候感受是惊讶喜欢。哦，网络眼镜跳出自我，就是我强项嘛，跳绳就可能就是让我多练跳绳，就还有更多的发挥的空间。哎，果然是三角巾呀，太好了。当然喜欢，虽然我那个三角巾不是太大吧，但是呢我感觉我这是最贵重的一个物品。张光耀为什么会给他一个三角巾？他对这个医疗这一块是非常感兴趣。这三角巾其实我画的一个是个雷锋。张光耀这个孩子呢，他就是爱玩。我呢想让他长大以后呢，向雷锋同志学习一下，我默默去付出，默默去奉献。哇塞，送我辆小坦克哎！这个礼物我觉得我会记住一辈子的。祝赵晨轩早日实现自己的梦想。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祝张光耀在未来的日子中学会自律，团结集体，长大后参军报国，成为一名优秀的战士。祝薛浩天勇猛顽强，长大后参军报国，继续做枪王。这不是兵吗？又是枪王。听完总教官给我的支持以后，我就想当兵去了。祝丁雨辰在未来的日子中平平安安。他先叫张好像水下将军目标照我在前方，我要将我们都要担当，看齐上写了天下荣光。家长，我们国防尖兵训练营的所有训练到此刻全部结束了，孩子们在这儿经过了很长一段的训练，现在把他们就交还给你们，再见了。再见。来换一个。对张光耀说，我对你的态度也不太好，然后在这里想对你说声对不起。我想说声谢谢，就是因为教官陪了我们20天，我会想念他们的。我现在没什么话想说，因为再说的话我就哭了。我想对丁雨辰说，就是觉得对不起吧，因为他比较小，我也没有怎么关心他，然后就没有好好跟他就是说话，所以这件事情是我比较遗憾的。感谢教官在这么多天对我们的照顾，他也挺严厉的，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对我们非常好的。
感谢教官，让我变得有那么点礼貌。我感觉我20多天改变了吧。你看我是杀青吗？杀青。8月25号请柬结束。哎呀，下班了。大门怎么回事啊？先把车打着火再说吧。下一天8月25号采访结束。采访关机。现在结束。采访结束。别打扰了。结束了，我杀青了。你能给我个准确提示吗？陈天真最后一次打板。怎么那么心情难受？参加了今天我当宾客节目以后，我变化很大，当上了语文课代表，还成为了这学期的十月之星。吴京叔叔知道我参加了这个节目，还给我写下了鼓励的话语，让我加油。看，在国防尖兵训练营的这段时间里，我坚定了我想当飞行员的梦想。以前我的梦想是当一名演员，参加了今天我当兵这个节目，我想先当一名合格的军人。这枚勇士之星，这枚勋章是我获得的第一枚奖章，然后改变了很多人对我的印象吧。最后也很想念我的7个小伙伴，希望大家可以再次见面吧。那就这样，拜拜。